庙和尚用餐。在山西省太原市，数名人士在被吊在汾河河面上的一个亭子里用餐及观览景色。这是一家房屋开发商为附近的楼盘进行促销的噱头。被吊在河面上的亭子每次可容纳八人，他们可在半空中免费享用美食，同时观看河边景色，再决定是否要出手购房。